好了，我们来到了我们的音乐竞技场啊！马上我们要来进行的是音乐绝技 battle， 两队之间呢随机派人展示音乐上的独门绝活，由对方来进行挑战。我发现这是我最害怕的一趴。为啥？你是应该是家族里最有底的。因为到了这个环节，1v5嘛。花花没事，这样你孤独，你过来。每次到这个环节，我真的很想过来。这把不会了，放心吧，我们也都是音乐天赋特别高的人。我们让坤哥给大家来做一个示范，因为我看那个闪光的乐队啊，坤哥有一个贼厉害，就是边引体向上边唱歌。对，坤哥是第一名，对他真的帅。来来来来来，今年我们那个升级一下。哎，这个比那还难。这个独轮走路吗？他是这个呀。我试试把它吹起来。哦，什么？吹起来？哦，应该是了，我是肺活量了。这什么肺活量，坤哥？这什么肺活量？哇塞！你这肺活量得有多大呀？你测过吗？因为老练嘛。老练。对，但是不是老吹捧啊？花花站那能给吹跑不？花花怎么办？你再给他吸回去，花花。去年我们不是那个拉那个向上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今年我倒着弄，倒着唱，挂着，然后做那个卷腹。对，倒挂做卷腹还能唱歌，试一下吧。我哇塞，有吗？有那个吗？注意安全啊！好的，花花小心，就扶一下花花啊。你怎么上？你这臂力也可以啊。先上来是吧？先上来吧。哎，你们扶着他那个后半身，我来扶着这个架子。你看我说花花像公园的大爷吗？开始了。原来一无所有就叫做起点的生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音非常的稳。好厉害。妈呀呀呀呀呀，感觉这都是男人们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比赛。我是想说现在歌手内卷成这样，你们在家都练这些，吹个大瓶子然后倒立那什么。